别不爱你。我真觉得我真的打不过你啊。What？ 啊，哥们儿，这个闪现拉的也太厉害了。炸！啊！这怎么办啊？这是 AD 不 A 人不可能的呀，那把自己 A 死了有点过分的啊。哎呦这个我傻逼了，急了，本来对面已经炸了，这不我急了。哎，兄弟们不对劲了，我在送啊！哎呦，我媳妇儿如麻嘞！哎呦，不闪他死了！这追击能力有点厉害啊！哎，我刚刚往上闪能继续 A 他们，往下闪 A 不到，你知道吗？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呀？峡谷先锋吗？很勇，我超勇的好不好？我看你完全是不懂。点蓝，别哥不要我依然爱着你，你会爱情大木子。妈了个你！哎！他们两个都有这种很难受的死亡。即将到来，烫死了，烫死了！哎，插一下。左边辅助坐在最左边，他对右边招了一下手。哎，你这兄弟，哎，跟我玩反应，我直接一个对应曲他傻了。他这个嘎啦说的，他右边是嘎啦，他坐在最左边，他只能对嘎啦说，这兄弟，哎，想大我，你看比我反应过来了吧，哈哈，嘻嘻嘻。这一波 RNG 再拿不下来就很尴尬了，因为 EZ 是提前五分钟六神装的，对面是都没有六神装的时候他六神装的，但是如果再拖的话，两边十个人都是六神装的时候， EZ 的六神装是最弱的。不过 EZ 这波回去直接是把鞋子卖了，是要干你，嘎啦嘎啦。 Hello It's me。 以前我们打比赛线下都是面对面打的，当时线下面对面打的嘲讽的最凶的，你们知道是我跟谁吗？就我们真的会嘲讽，但你们知道最凶最凶的一次是跟谁吗？你们绝对猜不到。就我现在跟他们都很熟，还怎么还有人刷那个人的呀？那个人是我的队友的，怎么跟他嘲讽啊？他一直是我的队友，是姿态加上小孩游神，你们知道吗？当时姿态加小孩游神，当时我们线下打比赛，卧槽，贼凶，疯狂嘲讽，就很激情的那一种。但现在不会有了，现在就算一起坐在线下应该也不会嘲讽了，现在应该不会了，就算面对面坐着应该也不会嘲讽了吧。我先挣点钱，
没用，你拉是没用，两条儿子，你拉你爹完全没用，你爹根本不管拉，你爹有捷径。哈哈哈哈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他这也太扯了，这也太菜了吧！玩这个，那就怎么玩得下去的？捷径，直接捷径到下一局了。哎，他就一个人，他这么打我们两个，我们俩直接冲他脸了。他就一个，他好装，他好装，兄弟。哎，我掉线了。兄弟，我刚掉线呢。没关系，打点药吧，打点药，收拾他。他就在前面，我看到他。在这个位置。兄弟，有水又来了，我觉得我们先别动。让他打，让他打。哎，水又停了，兄弟快跑，上车快跑，信我，别打药了，快走。我游戏没了。游戏。我走了。我操！你走，你走。我怎么走啊？走不了，兄弟。哇，这什么你怎么游戏直接没了演员啊，刚子哥，我操，真的演啊，刚子哥，我游戏没了，我这太离谱了呀，我俩现在一枪没开啊，我俩这把是一枪没开，离谱，兄弟，求生游戏搁这玩。刚子哥，我来了，最多被虐一盘。老子！厂里玩 CS:GO 厉害的，应该玩这个一盘就可以吧？他菜成一坨屑的，他太离谱了，菜的我都不好意思说了，太夸张了他。哎呀，他感觉像是演员，你知道吗？就因为他 CS:GO 那么厉害，他吃鸡就是离谱。他下来90个人咋玩啊？我下来这个刀。哎，中间长方中间，别来了，别来了！哎，这谁扔那个雷给我扔死了？哇，一颗雷塞我嘴一下，真的是我自己的，我要看一下回放，我操，谁的一颗香喷喷的雷，我的雷真的假的，我自己的不是炸了吗？已经，我看到我自己的雷炸了，这不是我的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兄弟们，看这里，我第一颗雷，这是我的雷，看清楚，这是我的雷，你看炸了。自己的雷，自己的雷，兄弟，自己的雷，球队快来狙击我们，快快快，很急，球队很急很急很急。哎，怎么没人啊 FPP， 没人玩啊 FPP， 这模式100个人都凑不到吗？现在这个模式这么离谱吗？我操，全是水友，你看我后面跟了多少人，得有20个，我操。兄弟，这怎么玩？兄弟，这全是勾发水友，进去以后全是水友，贼恐怖，兄弟！哎，有本事让我们活过5分钟，真的，5分钟我们绝对战神。让我们捡一套装备，怎么说？捡套装备，求饶一下，刚子哥。无所谓吧，我觉得是水友真无所谓，是吧？真的，来自星狼打这个模式不可能能赢我们两个。世界上最硬的不是金刚石，是刚子的嘴。哎呀！
西边入马来，哎，帮我，哥哥哥哥，帮我，不要补我，这边 ，OK， 他跑了，你别急，你别出去，哥哥。我都背对你了，还打我呀？哇，兄弟，太难玩了这游戏，兄弟，这游戏太难玩了，哥，又被狙击了，哥，你别卧倒了，我就是你这么死的。水友放一马，我不能死在河里。兄弟，帮我挨个枪子，我的心脏已经那个疼了。水友放一马，我不能死在河里。啊！铁人吗？这是？这把五个起步，兄弟们，五个起步，就砸飞这儿。你们有本事再来，这里有路人，路人把他们全杀了。特种部队要呗。手速快，人家永远杀不到我。这游戏玩的我不是落地人太多了，没枪，这你枪法再刚也玩不过别人啊，关键是这水友看到我了，已经是吧？是的，他已经在我脸上停了，停车了，两辆车我撞，我后面还有个人拿拳头在追我，我要吐了，麻将桌我要吐出来了，真的。我操，完了，还有个拿枪的了，不是，还有一个开跑车的。我错了，别打，哎，给个面子，这一波是不公平对局，兄弟，你过来，别打，我操，这怎么玩？我错了，你知道什么情况吗？我这边有五个人，四个拿拳头的，一个拿枪的，我真的要哭了呀，这游戏玩的我。